inductance 电感。我们假定啊，有两个线圈，一个是这样子的，那于是它就会在这里啊，产生一个 I1 啊，产生一个 I1。 那假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放一个我先这个不加电动式好了，本来这个没有 I2 啊，应该 I2 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应该 I2 等于零。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啊变成一个可变式的这个电动式啊，就是说它可改变，我把这个在这里滑动，这个电流呢就会改变啊。当我这个在这里的时候，电流是零，慢慢拉开的时候，这个电流就越来越大啊。那么这个电流呢，它会在这里产生磁力线啊，磁力线。那它有一部分磁力线呢，会通过这个线圈，啊，有一部分会通过它，就是 I1 产生的磁力线，会有一部分通过第二个线圈，啊，那么有磁力线通过，有磁场通过，它就会有磁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发现呢，我们现在令啊这个我们现在设定啊线圈二的磁通，它是由线圈一给它的哈，我们说磁通，然后通过线圈二是部分，它不是全部通过啊，它是部分的啊。我们为啊为 n two 不是 n flux to one 线圈二的磁通，但是由线圈一的电流所产生的。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大小是跟 I1 成正比，通过线圈二的这个磁通啊，跟线圈一的电流成正比。那你把它写成等号的话呢，这里要加一个常数，这个是个常数啊，这个常数 OK 啊。如果线圈二有 n 匝啊，
有 N 图渣，那么前面这里就要加一个 N 倍，那就是 N 图 phi 图 one 要等于 M 图 one I one。好，那这个里头的 M21 它就等于 N2 over phi21 over I1， 这个 M21 呢，我们就称它叫做互感系数啊，这两个线圈彼此的感应啊，互感系数 OK。 M2 这个单位是用 Henry啊 ，Henry 就是 E N R Y 啊 ，H E N R Y， 我这个 H 写的像个 B，H E N R Y 哈、啊、，M two one 称为互感系数。叫 mutual inductance， 叫 mutual inductance， 啊，互感系数 ，OK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式子来看，啊，一般的互感系数啊是个常数啊，互感系数为是常数 ，m to one。为常数，就是说你这个线圈，两个线圈一旦做好了，形状大小都一样了，也摆好了，两个的位置都固定了，这是一个常数啊，不会改变的。哎，然后 N2 也是个常数，那 I1 变的话 Phi21 也改变啊，所以啊我们可以把那个式子啊重写一遍哈 ，N two phi two one 等于 M two one I one， 这个是常数，这个常数，这个常数，那因此我们把它微分一下的话 ，d phi two one over dt 要等于 M two one。di over dt， di1 over dt， 这个是什么？第二个线圈磁通的时间变化率乘上 n 图渣，如果我们加一个负号呢，它就变成第二个线圈里面的电动势，因为磁场改变而产生的电动势。那这边也相当于这边乘一个负号，这个式子告诉我们，第二个线，第一个线圈的电流随时间改变，会在第二个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。啊，同理呢，第一个线圈通理第二个线圈产的电流随时间改变呢，会在第一个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啊，这就是互感 OK， 互感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哈、啊、你们回去啊要好好的做习题哈，我们五月十几号就是第二次段考啊，五月十几号就是第二次段考，五月二十二号有这个物理进士啊，那么好多同学都没有来上课，我不晓得你是都听不懂了，还是说你回去有看
这个录音，教学录音总是没那么快出来哈。你还是来上课比较好哈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。